自己打理。虽然是父母的话不听，但我们也有努力学道理。今天进球找他跳舞，开心后就能专心读书。这样的安排我觉得也可以，不必非要劝劝自己。寻找真正的自己，但更想在现实世界里保护弱小，维护正义。偶尔也在我们中寻找乐趣，通过卖萌吸你注意。如果我是我中意的官，努力你会不会给我比个心？Okay.